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阳。好，咱们继续逛狗市啊。来，现在们看到的，这是一个大哥带过来的两条中亚啊。这个中亚啊，和那个羔狼很像啊。这是一公一母，这个黑色的啊，这是一条母犬啊，里边趴着那条黄色的，那是一条公犬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两个多月，有20斤左右吧，我目测了一下。骨架非常的大啊，尤其是趴在地上那条公犬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但是这个狗有个特点啊，它的后腿啊是六爪啊，和正常的狗不一样啊，这两条全部都是六爪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品相怎么样啊。这条黄色的啊，头版似乎比这条黑白色的头版要大一点。这是一窝狗啊，这个我刚才和这个小哥谈了一下，要价是1300。价格的话我感觉还比较合适吧，毕竟做了2针疫苗了。看有没有喜欢这种啊中亚牧羊犬的，评论区可以给阿阳留言。喜欢这种萌犬的话，可以给阿阳点点关注。好，咱们继续往这边看啊。这是一个大娘带过来的一窝小沙漠。那么沙漠小的时候和这个博美非常的像啊，除了体型比博美大一点以外啊，简直和博美太像了啊。不懂的人啊，有的人会把沙漠当成博美。那么具体怎么分的话，博美的头和嘴鼻子都比较小啊，嘴是比较尖，眼睛是比较大啊，整体的体型比沙漠啊看着区别会很大。好，今天的狗事啊就带大家看到这里。好，你们想看什么狗的话，评论区直接给阿阳留言。好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